艾文芒果盛产季，台南御景农会忙着装箱出货，但有民众收到芒果后心情 keep up。张小姐抛出芒果开箱文，芒果看起来状况 OK， 但出锤的是重量。箱子上明明标示净重6公斤，但把芒果连同箱子一起放上体重机，数字显示5.9公斤，扣掉1公斤的箱子重量，等于芒果只有4.9公斤。怒批御景农会偷斤减两，足足少了1.1公斤。农会是个公信力嘛，拿到实际的样子。成品后有一些落差啦，我们会觉得说有打个问号这样子。一箱价格650元的艾文芒果，让张小姐对农会信心大扣分。抛文整个超扯的，农会这样子偷工减料真的非常不应该。万一其他消费者没有这么积极，不就让御景农会给偷赚到了吗？农会表示，因为订单分内销6公斤和外销5公斤，可能作业人员疏忽搞错才会搞乌龙。另外，已经再补寄一箱芒果给张小姐，希望能够弥补出错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